我们先聊一下你怎么 debug 或者是怎么开始。对，我觉得这首歌的其实做这首歌是因为之前我们公司的企划是，他听到我唱编曲啊，然后里面有一些弦乐，有一些吉他，然后有一些钢琴，很多东西其实有些是我自己用 keyboard 弹出来的。哦，他们以为编曲有时候那鼓啊是不是都是你自己打的？是不是你会很多乐器？他说其实我不会耶。然后他讲说那你要不要表演的时候用很多乐器，还是自己就是好像是淡水的艺人乐队一样，你就可以用很多乐器这样子表演。对，他们是这样想。后来呢，其实我发现其实我只会 keyboard， 我只有一个键盘乐器而已。然后我们就想说，那要不要用全部是用嘴巴，然后做成一首歌？但 beatbox 你本来就会吗？ beatbox 其实我之前譬如说我在路上的时候，有一些想法，然后想要把它录下来，可是没有琴，然后没有一些乐器，没有办法录，所以我就拿手机，然后就稍微把节奏录在里面，然后慢慢的就会有一点就是常常做一些这些节奏。哇，要不要